脸书之后，他删了所有跟你有关的文章啊，是不是他的心情上受到一些影响？他有没有说什么？其实我是我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，然后他昨天就硬着去参加这样子的活动，然后现在这样子，他心情也大受影响，所以我希望说，大家也先不要去打扰他，真的不好意思。因为你上个月有去参加蓝星的这个活动嘛，那所以还是让有去过。那婆婆上个月有帮你一起站台，那她是不是在蓝星的活动是非常活跃的？她长期也是就是女力嘛，所以她就是也会关心蓝星，也是都常常关心那个女生的弱势啊，所以她常常也在慈善方面，她也是非常的用心。所以目前她就是先休息。所以你的那个主席位置啊，可以不保，你怎么看这样子？我们还是会持续努力，所以现在尽量希望我们的支持者能够多出来拉票。啊，因为那个陈议员说他未来两年如果出得比韩市长好，怎么办？说的比做的容易，所以未来如果说希望他不要说一口好话，那我们再是真的持续在做。那我如果当市长的话，这些我们会延续的做下去。现在大家有看到，本来就做得很好。在民调部分，你的50岁以上的就是支持者有明显的变高，但是在39岁到40岁好像就降低了。对于这一点，你有什么看法？这个我们会根据这个民调来做一些调整。